他身上所有的装备，他一一卸除，代表空气里面就没有空气。嗯，所以他摸索到浴室里面，想在浴室里面求救，做最后一线的求生机会。心里百感交集啊，相处两三年的同事，自己后背发生这种事情，而且又在自己亲身遇到的同事身上，工作态度是蛮积极，是很积极的，他交对上交代的工作，他都能引起的。当然，浓烟窜升速度很快，而且温度蛮高。嗯，在那一个空间里面，很容易产生的迷失。嗯，这是我们很不想见到的情形。昨天初步了解，是因为很多的门都逃生门没有被关闭。嗯，造成浓烟烟囱效应。它上火的缩水之后，它因为进入那个浓烟区域，产生了迷失空间，空间的迷失啦。所以他本来要选择一个场所待救，因为很不幸，他选择那一间隔离的房间，竟然没有窗。当时他的装备是在房间，啊人呢？人是在浴室里面。他身上所有的装备，他一一卸除，代表空气里面就没有空气。所以他摸索到浴室里面，想在浴室里面求救。做最后一线的求生机会，走不出来，对，走不出来，所以造成昨天这一件憾事。